我们今天带大家再来挑战一下这个印度槟榔呀。One more, sir. One more, one. Yeah. 喝个水，涮一下，涮一下水。Thank you. 必须涮一下才会好喝，不是才会好吃。然后这个是和国内不一样，它这个是槟榔叶子，然后加入这个白色的这个是啥我也不知道。这个是膏吧，全都是抹均匀一点。然后这个是那个上头块，然后蜂蜜，加入蜂蜜。哎呀，拧不开了。哎，这个是啥？新鲜品种。哦，茴香，加入茴香。然后这么多调料，就是它要看着心情来啊。这个也是蜂蜜吧？这个，哎呀，这小指甲抠的，这小黑手真可爱，还少一样，玛莎拉加上 ，OK 了，大功告成，我们来尝一下 ，Thank you sir， 尝一下，我们现在再来挑战一下这个印度槟榔呀，这个，我们来试一下吧，就是很多种混合物，就是。一种上头的感觉，真的是一下子就上头了，嗯，太爽了，我跟你说，给我点个赞。